竖起来，把人吃到嘴里了。那六月阿姨跟你一起吃饭吗？我先看着吧。他没有主食哦，有主食，有主食，有米饭。昨天。嗯，什么小老鼠啊？啊，怎么了？嗯、啊，怎么了？太烫了是吧？嗯，吹吹，烫到了是吧？有可能有点烫。吹吹，啊，吹吹，嗯，吹吹，脚。